现在开始腹部仪器操作，待腹部清洁干净之后，消毒所需用到的操作手柄，均匀涂抹产品。腹部操作分三个手法：一、腹股沟排毒；二、塑腰型；三、打圈。现在开始示范，先提大头。腹股沟排毒，塑腰型。腹部打圈，现在开始示范强声波抱指头。塑腰型，打圈。以此动作重复即可。